大家好，我是身高190。最近收到很多朋友的私信，说位于成都李家沱有一家非常好吃的美食，名字叫敲脚牛肉。为了我的粉丝，我今天专程从成都西门坐地铁过来，帮大家看一下这家店味道究竟怎么样。这口大锅的直径是1.5米，每一锅里边能装下100斤的牛肉和牛杂，每一天是炖2锅。刚才问了一下老板，整个店铺里边散发的牛肉的香味就来源于这口锅，我现在站在它的旁边，真的好香，都有点受不了了。来，大家跟着我的镜头好好的看一下这锅牛肉啊，有没有就是说特别有食欲的感觉。配菜都有白菜、豌豆尖，然后那个盆子里面放的香菜是放在汤里面提鲜的。他们家是做成一碗一碗的卖，16块钱一碗。我点了一碗牛肉，来帮大家品尝一下它的味道究竟怎么样。牛肉入口的感觉是非常爽滑，新鲜牛肉在锅里边烫一下，然后加上汤底，马上端上来吃，那种感觉是非常的嫩，而且特别特别的香，感觉牛肉非常的新鲜。这样大家应该不能直观的感觉到，我给大家一个特写。不知道这样看起来会不会好一点，更直观一点。放在嘴里边那种感觉真的好过瘾啊，满嘴的牛肉的香味。小朋友，牛肉好不好吃啊？是不是经常来吃啊？啊、哦，好好好，谢谢啊。哎，老板，你们这家敲脚牛肉开了多少年了呢？3年多了呀。3年多，感觉你们生意挺好的哈。还可以吧。因为很多网友叫我过来拍一下，应该说生意是不错的。还行。好的好的，打搅你们吃饭了啊。没事。好，谢谢。这是粉蒸牛肉，满满一大碗全是肉。这是四川非常出名的冒血旺，有点像冒菜的感觉。来拍一下他们家的大铁锅，感觉汤特别的鲜美，我想再喝一碗汤。汤底是非常的浓厚，很浓很浓的一股牛肉味儿，而且里边那种牛油特别足，喝起来非常的过瘾。好，今天的节目就拍到这里，喜欢美食喜欢身高190的请点赞评论加关注。屏幕前的你如果知道什么地方有好吃的，请务必告诉身高190。谢谢大家，拜拜。